靖宇为何老詹场边经常有女球迷对其搔首弄姿？反而1.5却没有，而是1.5主动对场边女球迷频频飞吻呢？杜兰特呀，对场边女球迷频频飞吻呢？他干过这种这个很放荡的事儿吗？没有吧，杜兰特呀，你公开场合真说这个摄像机都怼你脸上，你就跟这个现场周边球迷调情啊？哪有这么干的？之前，克拉克森，我要没记错，他跟那个詹娜是在场边调过情，再包括这个拉塞尔，德安吉洛拉塞尔跟詹娜，好像说当时呢也打过照面。那个阶段，詹娜看起来一看就是岁数不大呢，好像一个高中女生。当时我要是没记错呀，克拉克森在湖人打球那个阶段，应该是15还16年，当时跟科比还当过这个队友呢吧？反正是非常早，那会儿詹娜呀才17八，岁数不大，也就18、19，反正一看就非常稚嫩。那会儿啊，这克拉克森跟人家这个打招呼，当时其他那些包括什么金卡戴珊呢、科勒，一看都是一个，这是属于啥呀？壮父这种感觉，看起来就是两个悍妇，他俩体格也棒。就这个詹娜呢，瘦溜的，一看这个，估计啊，其实这个即便是陌生人也能发现，应该爹妈呀，不是同一套的，确实不是同一套的。这个詹娜是后来的。因为这身材各方面的比例明显不像金卡戴珊那另外那姐几个呀，早期那会儿杜兰特没有啊，印象当中应该没有。你说斯嘉丽约翰逊现场看球啊，一般来讲斯嘉丽他也不看呢，他可能说对于篮球这玩意儿不爱好啊。印象当中就知名的好莱坞女星啊，颜值颇高的就那谁，那个演神奇女侠那个跟巴朗戴维斯他俩是大学校友，就那个人。杰西卡·艾尔巴，他在场边看过，那确实一道亮丽风景线了。但是他呢，一般来讲不单独来，都带她丈夫来，丈夫带着她，再加她的女儿一块来，一家三口来，你怎么跟人家打招呼？没法打。只有巴朗·戴维斯作为当年的校友，那这属于是正常的社交礼仪了，上去亲个手啊，有没有亲手？应该差不多，吻手礼也不算非礼，对不对？在欧美地区啊。假装自己是法国绅士呗，上去亲一个，反正巴朗戴维斯好像说也有跟这个杰西卡阿尔巴应该是关系不错，但是凯文杜兰特呢，没有看到他跟这些人啊互相之间有过交流，曾经呢试图在场边跟谁呀、打总决赛嘛，试图跟这个勒布朗詹姆斯的铁杆支持者，那个叫什么名了？反正是一个黑人女性，说实话，就黑人女性角度啊，已经长得是有模有样了。那我感觉在黑人的众多女性当中，也属于数得上的，算是一个黑人美女吧。蕾哈娜嘛，也是一代歌后。卡文杜兰特上去说两句，那蕾哈娜根本就不乐意搭理这个杜兰特，这人蕾哈娜都不捋他，正眼都不夹他，就搁那鼓掌给詹姆斯加油。斯通库里偶尔呢上前攀谈几句，蕾哈娜当时露出微笑，跟库里正常礼貌性的，彼此之间交流几句，这很正常。但对于杜兰特，蕾哈娜向来都是。根本不愁他，所以杜兰特印象当中应该是没有，就跟现场的一些知名女性啊，互相之间有关联，非常少见，没有这种记忆。勒布朗詹姆斯那没有办法呀，就詹姆斯这个脸呢，你一看像谁呢？像这个之前动漫当中美式动漫，举个剑叫什么玩意儿？他这有个女的叫我是希拉，这个男的叫我是希曼，就是拿一个剑一举上天。叫什么玩意儿？我是希曼，还有一个叫整什么星星铁那玩意儿，流星那东西也是非常魁梧。再包括你看美式动漫作品当中的这个电影作品，《玩具总动员》这里边那个巴斯光年，看没看到那个脸型啊？跟勒布朗詹姆斯几乎是一般无二。韦德长的呢，就是也是那种什么呢，秤砣脸，但是韦德呀，眼睛啊挺大，看起来挺勾人，有点什么感觉呢？韦德是确实有一种美男之感，年轻时期啊。但詹姆斯呢，就是美式的英雄，英雄脸，美式英雄脸。你仔细看美式英雄，包括漫画当中的超人，你看那脸长得跟勒布朗詹姆斯几乎一样。詹姆斯眼睛也挺大呀，准头端正，三根隆起，方海阔口，大腮帮子，现在呢也是往下坠这种感觉。留的胡型呢，也是灭霸那种胡型，典型的欧美。动漫英雄那种外形形象，而且他确实2米0几呀、大个魁梧，很受当地女性的欢迎，尤其什么女性呢？成熟女性，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说什么，
一个男性啊，外在的观感，尤其像勒布朗詹姆斯这种体型的，太小的女孩啊，不懂欣赏。太小女孩，因为可能说涉世未深，不了解，就这种体格男性啊，他们本身呢这种内在，对不对？不了解这种内在，但是成熟女性通常来讲，一看到这种男性啊，当时走不动道了，雷哈娜呀，刘哈拉的当时都在场边，所以你包括这个谁呀，湖人队老板嘛，女版巴斯，她就是屡次在场边，当时给出镜头。都是配合着勒布朗詹姆斯在场上英姿飒爽打出了关键回合，当时他那种这个心花怒放啊，笑得如同花一样，眼睛那也是桃花眼，当时呀，这珍妮鲍斯嘛，这是詹姆斯在欧美地区确实挺有魅力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